いえ、私ではなく仕事に。小屁呀、啊，一年会有几次总结算呐、啊？你可以算给我听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萨，今天又要来抽抽了。为什么今天要抽抽呢？因为今天来的是温泉石宇，哎，他的大厅超赞，超级赞，是我喜欢的那种。石宇是我本来就蛮喜欢的角色，虽然他的配音我没有那么满意啊，他的 CV 没有让我特别满意，但是他整个角色的造型就让我非常喜欢。我现在有92010嘛，而且温泉石宇之后好像会有点用的样子，虽然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没有用的，而且他是常驻，可是可以歪出来，但是本来歪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这一次既然有92010的话，就算天井也要把它井出来。他的大厅超可爱，而且他的人物也超可爱。本来就觉得石宇真的超可爱的，只是配音稍微棒读了一点。92010是吧？如果200抽的话，24010应该还可以吧，还撑得下去。那摸个头，增加我的好运。花子的表情是怎样？有变吗？好像有一点变。这家伙眼睛是完全没有变的，一花。好，最后采奈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抽。不知道会有多少抽才会抽出来，不敢想。ご主人様と一緒に楽しい一日を始めちゃおう。小さいからって舐めないで。将来性はものすごいんだから。うわ、すま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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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おい、ようこそ。私のことは気にせずゆっくりしてってね。すげえ、かわいい。だずされた方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。苏醒君你好啊，这是小胡子啊。どれだけ寒い場所だとしても。なんたっておいらはレッドウィンター連邦学園の偉大な書記長だからな。我是不是好像没有讲过？我好像没有在 YT 讲过。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杰利诺这个角色，而且他竟然给他配单下音，总觉得有一点浪费。ごきげんよう。哦，イロハ也出了，虽然我已经有了，不过碎片也是赞。まあ、裏は花子です。あの、太扯了。なんなのだ。啊，老鼠啊！而且还是我有的那一个，我没有普通的，我有私服。先生の呼び出しなら仕方ないのだ。但是这样还是很扯哎、欸！ミレニアム学園、オトセコタマ。太扯了吧！先生の声が聞こえたので、30抽结束。オーバー！すげー！すげー！其实3%还是很扯哎、欸，不过石宇是后排，所以看不到。那既然就是泡在这里面的那个家伙啊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个阿慧会站在这里，然后他就在这里泡，这样不会很奇怪吗？还是他们两个是不会同时出现？先生，ちょっとあっちの方で。啊！被我按到了，哪
还有这样的？哎，杰利诺不要挡住啊！好啦好啦，这样好可爱哦、喔。是说他的尾巴也太大一根了吧？不愧是雪雕。要拿他的大厅的话，他喜欢什么呢？啊，他喜欢这个、啊，营养素。虽然只有两个，不过先给他。先生，いい表情してる。いつか本当にお酒を飲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、最初の一杯は先生と一緒がいいな。他是说“おいで”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说什么，但是总之太可爱了。あれ、これ。ダメになっちゃった。这边拿的是那个发酵的果汁吗？这个吊饰好可爱啊！但是没有办法再拉更近了，不能再拉更近了。再放一个。扉を開けとくからさ、暇なら遊びに来ていいからね。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就是有谁懂他日文的嘴型的话。或者是他讲的搞不好是韩文。好可爱哦、喔、他是捕食的话目前是完全没有需要练他的时候。但还是稍微补一下吧。听说只有爬塔的时候会用到他。而且不用他其实好像也是可以的，不一定一定要有他。所以抽他好像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用处，就只是爱。哦，石宇要六费哦，有点多。好可爱，但是六费真的超多的，六费一个补。哇，今天真的是蛮欧的、啊，十抽里面出四个三星啊。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也不用花太多石头就抽到温泉石雨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我虽然本来就有用这个大厅，就是目前这个大厅，用那个桌布引擎来当我的电脑桌布，而且也是会动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的故事竟然是那样的发展。石雨真的是太大胆了，也太棒了吧！可惜老师最后还是不领情啊，虽然可以理解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哦。真的是太可爱了。はい先生、お布団の外は寒いでしょう。意地張らないでこっちにおいでよ。不过他一招要六费，果然真的是有点太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定。其实有很多角色技能都是在设定上有点太不好用了，才会被做冷板凳吧。这样子，难怪是到爬塔的时候，因为人多，所以他才比较有用。可能是因为这样吧。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是够欧了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感谢。